嗱，呢一個咧，好似應該係港島嗰邊或者係上環定西營盤嗰邊嘅，七年前嘅一個西餐咧，好似係唔知係咪菲律賓人開，唔係漢人或者中國人開。咁呢個就係價錢啦嚇，呢、這個摩粉嘅 base 咧$40嘅叫做。咁如果你係 fast bread 嚇、啊，就$75三文治嚇、啊。其他嘢就咁，呢、這個可能是早餐嚟嘅，做 coffee and tea 嚇、啊。當然有啲人可能當晚餐食，咁但係七年前呢個價錢，咁可能嗰個light buy 咧，可能而家$50嘅啦嚇港紙嚇。咁 啊下邊嗰可能貴咯$10，再下邊嗰貴咗$10，其實就。是好貴好貴的，而家食呢啲香港嚇，或者仲貴過咧，喺澳洲食嘅呢啲嘢啊，